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在近日，曼联门将迪基亚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被问及关于自己和球会续约的问题。对此，迪基亚表示，相比起自己的合同情况，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迪基亚和曼联的合同将会在今个夏天到期，目前他的周薪是375,000英镑。虽然自己续约的问题仍未解决，但是迪基亚表示，为球队争夺前四和杯赛的冠军是目前更重要的事。迪基亚就说，我在曼联效力了很多年，我享受球队出场的每个时刻，能在曼联效力的感觉真是很好。这里是一个大球会，我爱这支球队，我当然很高兴能够留在这里。这一点在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。虽然外界的传闻很多，但是作为球员都只是专注于比赛。尤其是周日要面对纽卡素的比赛，场波对我们很关键，因为我们要确保联赛榜前四的位置。我们有很多比赛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专注于训练、康复并帮助球队，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比起我的合同或者其他事情是重要得多的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